李宇春结婚了，对方还是个外国大叔，成为了今日最佳乌龙。近日，一个重磅消息迅猛地在中老年群传遍了，那就是李宇春结婚了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外国大叔。今天七大姑八姨在微信群里疯狂转发李宇春结婚了，还发在家族群里询问晚辈，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搞得众多网友真的是啼笑皆非，还要耐心给长辈们解释，那是李宇春去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，是李宇春每年的戛纳之旅的安保人员。稍有娱乐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该男性是工作人员，不过这名大叔保安穿住优雅的礼服，打住整齐的领结，比普通保安有气质多了，并且该保镖充分发扬了法式绅士的浪漫情调，伸出左手由李宇春挽住，这些都不是普通安保人员的动作，也确实让年纪大些的妈妈粉们误解。不过也侧面说明了李宇春的粉丝范围之广，中老年朋友群也那么关注春春，可以说是近期相当搞笑又可爱的假新闻了。网友们纷纷吐槽，笑出了猪声，没想到啊，关注春春个个都是人才。不过看到如此搞笑又可爱的假新闻，网友们纷纷评论，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家春春的国民度啊，大叔大姨都操心她的婚姻大事。我家春春说过对象要找华人的。